要不然真的不弱的，真的可以打。都慢下来了，乔老师修完一台拦人吧，看能不能拦到这个前锋了。但是我没有封印啊，我操！这么早就来了。电机够了，我得想办法怎么解决。就磁铁他要修理，哎呦完了，我操，他修的是木屋电机，怎么办？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又和他们赌节奏了，只能赌节奏了。乔老师在海边，磁铁在木屋。乔老师来救了，装个推进器，闪现一刀，插去。下一波蓝磁铁和前锋会去那边。我看磁铁怎么选择，他是去摸电机还是什么？摸电机了，那就前锋就进来捡个东西。他有球，应该还有一半。没用的，我肯定先打你，然后再打他。前锋没自摸，得去开门。前锋中断了。
不排大船，反正大船有耳鸣，肯定也排不了。如果磁铁真的在大船的话，也排不了，因为大船有个娃娃，没必要。果然没开门。压了，老铁。呜呜，等我，我有闪现了，反正直接去。那就要想着他会来我复活点。所以我的复活点很奇怪，我复活点在医院里面，而且医院没有电机，所以这把盲女，这把盲女凉了，盲女自闭了。撞脸盲女就是我。撞脸盲女就是我，加速了。要给你了，铁棍要来撞了。电机，没救。板子踢了，他会给前锋鸟。我躲起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送我一程。还行。来一下，没有推进器了，要捡推进器。我调完施救，以为我看不见你，有没有歹徒？哎，没有算了，哎呦，来了。
真正在修斗台机叫。搞起来。让他修。再修五化人。有啥用呢？还是有用的呀。墨迹就会败北。没推进去了，如果电机开了，奶了一口没开。是推进器，贫穷的泪水。跳啊，虎大胆！虎大胆怎么不敢跳呢？虎大胆，这不是你，我不认识你。跳啊！没带贴血，带提血那个前锋就撞不了我。不好，在哪呀？卖娃娃，哎，短了，自闭了呀。
妈好烦呀、啊！我杀你了，今天。看你有多少球，有两个，怎么转不了头啊？还有球呢，你怎么？而且那个戒尸又摸到一个娃娃，我这把输了，没办法，这个人天命之子。娃娃我在按闪现干嘛呀？不小心按了个闪现啊！要不然闪现留着了。为什么不和我博弈？娃娃掉到哪里去了？娃娃还有点吗？又一个推进器，可以。哦，前方有只猫，去把前方锤了，要不然他把这只摸起来又麻烦。但是他中算了，不会摸得那么快，但是也快了。骗他一下，哎，我要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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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刚起来吗？你刚起来吗？你刚起来吗？你起来吗？起来就死，起来就死。我等个闪现，我闪现17秒，不着急。啊，你刚起来吗？